自己顾着自己的一些动作和鼓点和美。后来我才就是去又去认真的再解读了一下九儿，他在那个就是那个草地啊或者是哪里，就是对着那些，我话不是很会说啊，但是就现在跳的舞更接近那个情景一点点。谢谢一胖送给哲哲的比心，谢谢一胖，谢谢一胖。我们跳了九儿过后给大家换个，对，高粱地，对对，高粱地，高粱地，是的是的，就那种躺在上面，然后那种，然后对那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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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淡定一点。感谢风云哥，谢谢风云哥的比心，感谢姚哥的真的爱我，谢谢姚哥，感谢江南哥，谢谢白马，谢谢大家。哎呦还行哈，还有啥意见建议大家可以给哲哲提啊。这样我们跳了，哎呀这是谁送给哲哲的亲吻呀，感谢，谢谢江南哥的爆竹，感谢袁送给哲哲的亲吻，谢谢袁。然后哲哲跳舞的时候没有感谢到的哥哥姐姐们，大家那个多多包涵。我们接下来再给大家带来来一个向王行，就是这支舞蹈，这支舞蹈呢是就是代表有一些技术性和比较飒一点的舞蹈，送给大家，从我们的九儿的这个里面先抽出来，然后给大家带来，争取我们说的春晚跨年舞会嘛，争取给大家表演各种形式的舞蹈送给大家。然后哇，感谢大家，谢谢余温的星星哦，谢谢黑黑哥的眼镜，谢谢黑黑哥，谢谢巴扎黑哥哥的祝福哦，感谢大家，谢谢直播间每一位哥哥姐姐们，谢谢豆豆有糖。现在我就不多说话了，给大家来个向王行，送给你们获得福袋的哥哥姐姐们。对，我不会飘的，我怎么可能飘啊，我飘了我还感谢你们干嘛哦，好，感谢你们随便送、哦、感谢，谢谢金哥，谢谢金哥送给哲哲当代舞王，感谢嘿嘿。对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然后很高兴大家在这么好的日子还来看哲哲直播，感谢风云哥的春节快乐，谢谢大家，祝我们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那个新年新气象，事业蒸蒸日上，财源滚滚到来，然后祝大家新的一年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每天天天都喝娃哈哈，身边姑娘都十七八，感谢大家，谢谢风云哥的巴西狂想曲。好，我们就不说了，待会儿我话说多了，人家说哲哲你又飘了，又不跳舞了是不是，给大家带来一个向王行，送给皇上们。金哥不是在直播吗，真的吗？谢谢大家，说话有点快，让我上麦。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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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看这怎么整啊，你等一下啊金哥，等一下哦哦好，怎么邀请呢，我看一看哦，感谢风云哥，好，我有点不咋会啊，大家稍等一下哦，看一下哦，好哦，这样这样，看到了，谢谢黑黑哥送出的那个眼镜。我爸问我是不是在看春晚，就是说的唰啦唰啦的，是不是？就是有精心给大家准备哦，耳机，我听那个金哥说一下。哇，哦，金哥，不是假人，是真人啊！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。金哥，挂着哦，金哥挂着，金哥，感谢金哥，谢谢金哥。金，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哥哥姐姐们都知道金哥就是太帮哲哲了，最后 OK OK 行，感谢，谢谢军哥，谢谢军哥送给哲哲的亲吻，感谢军哥。那行，我们就让金哥挂着，你看金哥他今天开不了播，他都想着给哲哲挂着带点流量，真的感谢金哥，谢谢金哥，谢谢军哥，感谢大家。是的是的，对对对对对，那我们现在对大哥长人情。欢迎胡总，感谢军哥，谢谢大家，感谢泡泡，谢谢泡泡，欢迎小马哥，哦，欢迎大家，感谢军哥，谢谢军哥，军哥，对对对，是的，是的，我们给大家送，先来一个，来了来了，欢迎大家，正好要给大家把后面的那个收了，桌子往后面一点点就行，没事，我给大家跳个向王行，然后就这个舞蹈呢会让大家感觉就是来自那种筋斗云来了，欢迎筋斗云，就是那个他没给怎么网络不行
我看一下啊，大家没给金哥点关注的也记得给金哥点点关注啊，咱家有新朋友老朋友们，然后给大家那个叫什么，准备带来一个向王行了。大唐盛世跳了吗？军哥还没跳，没关系，大唐盛世哦在后面还好，但是我们那个叫什么兰陵王入阵曲跳了，今天有一个小哥哥来晚了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，我们哎呦小野猫也跳了，朋友们我们先把那个跳了好不好，先把向王行跳了，好久没跳。哦，金哥他说他打下电话，我们等金哥打电话哦，左上角附带大家参与一下，我们先那个给大家来支向王行。送给哲哲的娶我回家呀，感谢平安虎，谢谢平安虎哥送给哲哲的当代舞王，谢谢，欢迎 K 哥，感谢大家，这是有照顾不周的地方，大家多多包涵哦。金哥现在打完电话了吗？
什么情况？哲哲正在给大家今天准备了一台就是晚会，然后舞蹈晚会，各种各样的舞蹈都有，然后很高兴，很欢迎大家，看不见人吗？欢迎大家来到哲哲的直播间哦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刚休息一下，感谢风云哥，金哥打电话去了，是的是的，感谢风云哥送出的迎春舞龙，别太拼了，没事就拼一天，金哥有活吗？金哥在接电话，待会我们听金哥说啥好不好？哦，点赞兄弟们，大家能不能一起点点赞？我们给大家发个，哎呦，感谢感谢，谢谢金哥，谢谢金哥，刚刚干活干活，只是休息一会儿，好好好好好，但是我们那个。筋斗云大队来了，是不是得赶紧好好跳个舞呀？哲哲，今天小春晚，是的，是的，休息一下下呀。家人们不要离开，接下来更精彩。谢谢大家，大家点赞点赞点点赞。哦，马上我发个，哎呦，发错了发错了。感谢，对，把金哥连上，等一下哦，我看一下，有时候太快了，看不见人，多少？我们给金哥有管理啊，我记得这是另外的号吗？我没看到金哥现在，哎呦，完了完了！感谢感谢感谢大家啊！我们先坐一会儿，先坐一会儿，先坐一会儿，等一下等一下。今天点赞破金哥，你们看到了吗？或者是我看到了吗？哦，在这儿在这儿，金哥打完电话了吗？哎。这怎么显示是挂断呢？这小时打人机票没有上小时，本来说的，大家休息一下啊，休息一下。来了来了，三千满了，还是要点，还能点吗？哦，关闭了。今天点赞有加成，对大家能帮哲哲点点赞的朋友们，我们一起点点赞嘛。嗯。哦，我连哦，你连麦卡不上了。好的，谢谢金哥，谢谢金哥。我们喝一口水，欢迎一下。朋友们，我们欢迎一下筋斗云好不好？我们欢迎一下筋斗云的那个叫什么，欢迎金哥，欢迎金哥带来的筋斗云。我们有水，哲哲也发一个红包，感谢大家啊。然后你们有没有筋斗云，有没有什么想看的舞蹈？筋斗云来了，欢迎筋斗云，欢迎小马哥。今天就是哥哥姐姐们倒是谢谢客家佬，感谢客家佬送给哲哲，感谢客家佬哥哥送给哲哲的迎春舞龙，谢谢谢谢蕾蕾，刚才说要连你，把你那个给你运来打人机票，不是不是，因为那个叫什么，我今天答应大家的不连麦那个兰兰，你给他说一下，明天都行，因为我今天给大家说，就我开头致辞就说的，我说今天不连麦不连 PK， 就是给大家带来舞蹈晚会，你给那个蕾蕾说一下，你给蕾蕾说一下，我开头就给大家说了，等会儿吧，大家就是说我啊，这个主播说话不算话，开始致辞的时候就说的，感谢大家啊，是的，蕾蕾真好，真的，给蕾蕾说一说，然后。你们有没有什么想看的舞啊？如果你们没有的话，我跟着我的舞蹈歌单继续走了啊。50个舞还没跳多久，还没跳多少呢。谢谢所有为哲哲点赞的哥哥姐姐们，感谢，欢迎筋斗云的哥哥姐姐们。我看一下啊，下一个我们跳到哪里了？哦，要拖拉机摇了。我们刚跳了一个那个叫什么？你们要看傣族舞还是十面埋伏还是拖拉机摇？对，才跳了10个，数了的是吧？才跳了10个，还有40个，朋友们，谢谢彭吴哥，谢谢彭吴哥啊！跳个傣族，刚刚有人点妹耶，对，拖拉机要跳到明天，所以你们叫我别休息，我不累，我不累。好，我们看哪一个？就是好像十面埋伏多一点点哎，十面埋伏好像扣的多一些，是不是？对，跟进服装安排，现在这个服装可以跳十面埋伏，把那个围裙拿来一下，嗯。那行，那我们先跳个十面埋伏，因为现在好像扣十面埋伏的确实多一点点，本来我也是准备跳那个叫啥的，刚刚有人点妹是吧，丑丑，是的是，我刚看到有人点妹还要跳8个小时，不跳完不下播，朋友们啊，不要让我
休息了。就是哥哥姐姐们，就是我感觉我知道那个，你看白雪哥呀、胡杨哥呀、姚哥啊、神农顶哥哥、叶哥，大家都觉得真的太辛苦了。欢迎客家老哥哥啊，欢迎小楼听雨。我们没有感谢到的，大家多多包涵。我想快快的给大家，就是把舞多跳一点点，来个十面埋伏。嗯，赞加成中，大家把赞赞点一点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那一会儿那个跳完，今天不开，明天看时间拿大红。好，大哥发话了，大哥发话了，明天你们要看时间拿大红啊，明天明天。谢谢谢谢谢谢 J， 谢谢 J A Y， 谢谢 J A Y 送给哲哲的，来个八面埋伏。好的，来个十八面埋伏送给大家。感谢神东鼎哥哥送出的热气球，感谢 J A Y 送给哲哲，谢谢袁优惠哥哥送给哲哲的浪漫花火，感谢下一站哥哥送给哲哲的大啤酒，感谢阿龙哥，谢谢原来是你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了啊，免得待会儿又话多了，我好像。追不是追
大家，刚刚那个十面埋伏，有一点点英气，有一点点妩媚的古风舞，就送给大家了。谢谢帅的吗？欢迎江心比心哥哥，感谢江心比哥哥的星星，感谢帅不帅啊？我也不知道，睡吗？休息一下啊，休息一下。八面兄弟们好，喊人点赞哦，对对对。大家能帮哲哲点点赞，帮哲哲点点赞哦。然后你们是不是想看那个拖拉机摇呀？好像是不是？我们应该跳个拖拉机了。喝点水。好的，陈峰哥，谢谢陈晶晶抽口的六六六，欢迎金抖音，不辛苦不辛苦。才哎，刚刚你们帮哲哲数的，哲哲跳了多少支舞了？才跳十几支，是不是？五十支，还剩三十几支，大家可以慢慢的看哦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啊？啥？哦，不吃不吃，我要吃我自己叫就行了。体能真好，那可不啊！要不来个拖拉机摇好吗，朋友们？感谢，谢谢，谢谢五对，嗯，谁送我的亲吻？我看一下能不能追寻到。追寻不到了，感谢谢谢谢谢哦，路西法，感谢路西法送出了亲吻，谢谢陈峰哥，感谢强，谢谢大家。要火车摇，现在又想要拖拉机摇、火车摇，各种摇了，是不是？就跳了好几支古典舞，应该跳这些了。欢迎金斗云，感谢乐雨天琪哥哥的亲吻。嗯，还没放音乐啊，给大家放个音乐，大家。左上角的红包可以领，行，我们跳一个拖拉机摇吧。现在这么多人都在，咱一直给大家整古风，硬给大家喂点药也不行，得给大家喂点糖了。十二支舞蹈是吗？好，我们接下来准备带来我们的第十三支舞蹈送给大家，拖拉机摇。虽然我跳的就是不是很专业，但是我跳的比较另类，乱舞拖拉机摇送给大家，准备好，很快哦。那个衣服放这儿了吗？好。哎呀，谢谢谢谢，雅俗共赏，对对对，雅俗共赏。我们就是有上头的舞蹈，也有下头的舞蹈，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的。因为我们跳完拖拉机摇，跳完那个火车摇，就给大家跳一跳当代舞吧，好不好？跳一跳大鱼啊、生而为人啊啥的，行吗？嗯，不辛苦不辛苦。还有万江啊，这些都可以啊，哲哲的。加特林才是真正加特林，真的、啊、哦，我不累，我不累，我不用歇啊。对，喝点水，我喝了水的山猫，谢谢姚哥。一字马真是绝绝子，对，我们今天跳了一个一字马舞的，穿瑜伽裤吧，差不多吧，这个有一点像瑜伽裤、啊。然后来个拖拉机，带大家做拖拉机了，朋友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你们扣一波，准备好了。然后加特林跳过了，还想看加特林吗？
拖拉机比火车更稳，是吧？喝点水，好好好，喝着呢，快快，等不及了。好的，拖拉机摇来了。哎呦，很多的主播都就搭上你不在点上是吗？哦，对，我没有什么优点，我就是卡点比较准，他们都说我卡点挺好。欢迎陈峰哥啊，啊，快一点，快一点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哦，不好意思，刚刚是我妹妹啊，刚刚是我妹妹在这里。明天还播，明天下午三点播啊，朋友们，明天下午三点播。明天下午三点到六点啊，不休息不休息，开始了啊。今天晚上的第十二支舞拖拉机摇送给大家。大家能给哲哲点点赞的，给哲哲双击屏幕点点赞好不好？我们今天破100万赞，保镖减10斤，然后给能给帮哲哲给榜上的那个哥哥姐姐点点关注的，我们一起点点关注。哦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辛苦了，感谢金哥，谢谢大家，谢谢星儿，谢谢勇往直前，点着呢，谢谢大家，不是私密账号的都给他点上哦，点到他们害怕，
Bang the fucking walls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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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ng the fucking walls.这个太累了，这个不能再跳了，这个比翻跟斗还累。好，我休息一下，休息啊，行不行啊？可不可以啊？这拖拉机啊，我比你们想看的。感谢金哥的礼物啊，谢谢金哥，又带人又带礼的，这咋好意思呀？哦，喝口水，喝口水，太猛了，那累坏你家宝宝了。对对，多吃点，多吃点。火了，感谢野椰子小姐姐送给哲哲的礼物，这是火车加拖拉机加口哨，真的吗？哦，那我们就都跳了。谢谢野椰子送给哲哲的热气球，感谢罗森送给哲哲的炮竹，谢谢直播间每一位给哲哲送礼物的哥哥姐姐们。哎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正好我们金哥也在，我们那个叫金斗云团队也在，然后。我们就是给大家来一首那个叫什么课文吧，挺好的，送给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哥哥姐姐们啊、就是一首课文歌曲，好不好？给大家念一首诗朗诵，就大家将就听一下，好不好？嗯，我不管你们好不好，把好字扣在公屏上。稍作休息好吧谢谢大家。好，那我们开始了啊，给大家来一个上人送给大家，送给兄弟们。大家说哲哲你不要叫大家朋友们，要叫兄弟们。送给兄弟们一首歌曲，感谢金哥，谢谢金哥。好了，我们要开始了。One, two, three, go。你那个声音关了没有？嗯，好，感谢金哥，欢迎大家。好，这是我背的一首词啊，专门准备的，大六六扣一下。学了一晚上呢。闪耀霓虹灯照亮我们的脸庞，看今天在场的兄弟，他全都是色狼，跟随哲的脚步。哎，错了，哎，我们再把歌词改一下，我突然又有灵感了，来，啊，突然有灵感了。闪耀的霓虹灯照亮我们的脸庞，看今天在场的兄弟，他全都是色狼，跟随金哥的脚步，你们全部非常酷，这个音乐可以嗨到你家母猪都上树，我的声音就是这么可爱，这么厉害，如果参加中国好声音，我绝对拿第一，我觉得那舞台太小，有点不适合我，希望我的声音可以传到世界联合国，这个世界让我觉得真的真的很奇妙，因为有种音乐可以让你欢呼和尖叫，就是这种旋律，就是这种音调，金哥可以带给你最牛逼的尖叫，我说金哥金哥，你们是棒棒的。完了，来吧，今天在场的朋友，举起你的手，跟随我的音乐节奏，把烦恼全带走。哎，没毛病，是不是？是不是金哥天天带你们看美女？不感谢一下？感谢柯佳龙大哥送给哲哲的银城。
己想的，万一我跳累了，万一我跳累了，我要怎么偷一下啦？感谢谢谢金哥，金哥要起来要起来，金哥上春晚了，金哥，好了好了好了，谢谢大家谢谢大家，就是中间开一个小玩笑，然后一会儿就是喊麦嘛，这不是背课文吗？感谢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谢，左上角的，哎呦，天哪，你看，感谢连连的红包，我休息一会儿，你们不想看其他的节目吗？要不我们现在给大家跳一个大鱼。要不我们给大家跳个大鱼，哎，这个挺不错的是吧，只是还没有熟，就是临时准备的，大家那个就是包含一下哦。该吹唢呐了，朋友们，该吹唢呐了。金哥哭了，泪流满面。你们看唢呐还是那个叫啥，主播喊麦一绝，这种就是喊麦。好，那我还会一个，你们觉得喊麦挺好的是吗？其实我喊麦就等于放松了，如果你们不嫌弃我喊麦的话，我给大家来个喊麦好不好，跳跳古典，你以为大鱼，你以为大鱼轻松啊，我们给大家来一个喊麦之王好不好。又跳啊，休息一下可以，那我们就来个喊麦之王，夜巴黎，夜巴黎太短了，喊麦之王很长，我给你们来个喊麦之王唢呐。大家把喊麦之王扣在公屏上，大家把喊麦之王扣在公屏上。来一个哥哥调，好，感谢金哥，谢谢金哥送出的比心，感谢金哥，喊麦之王送给大家。新年快乐，祝大家新的一年啊，天天开心啊，万事如意。唢呐啊，唢呐，一会儿给大家来个赛马，喊麦之王好听是不是？喊麦之王好听的，我们给大家来一个嘛，哥哥音，就是哥哥。哎呦，马上我今天喝的两杯咖啡快吐了。哥哥，我们听喊麦之王嘛。哎呦，电线都闪了。我的墨镜拿来，宝宝。今天过得有点累，感觉自己很憔悴，不想一人饮酒醉，因为单身。好的，按照我的节目单播，这也是我节目单里的。他们因为让我休息一下，然后我就休息一下，给大家来一个正，就是喊得不好，但是给大家就是把气场表演出来，好不好？风扇一就对着我整一下啊。天过得有点累，感觉自己很憔悴，不想一人饮酒醉，因为他会上位。路盘昏暗的天，一眼望不到边，独自走在路中间，四处人行百万千，眼前的流浪歌手弹着吉他手在抖，身旁一条年迈的小狗还能陪他走多久。路旁微弱的灯透着疲惫的心声，心底的旋律在哼，让我再次握紧麦克风，面对着行尸走肉，仿佛对生活已看透，现在你需要击碎成就，改变生活的节奏。拜拜溜了，好的朋友哥，我们剩下的朋友们准备好了吗？我们一起嗨起来好不好？这是我今晚最嗨的一首歌，希望大家可以举起你们的手跟我一起摇起来。这夜的黑色是内心里的寂寞，这世界让